各位好，我是军配副正级。很多人在使用植物生长灯的时候，都会注意到它的消耗瓦数，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瓦数就是等于亮度，但这其实不是很相关的，因为相同的瓦数不代表相同的亮度，而相同的亮度也不代表相同的光谱。Michaelmos、PPFD、Lux。这些观念，那这篇影片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Lux 跟 PPFD、Michaelmos 这些关联性。这些关联性和瓦数实际上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很直接的关系就是你交给台电的电费多寡，这跟瓦数有直接关系。其他的 Michaelmos 光谱图这些和瓦数是没有相关联的。